畅行无虑的自由。那个特别好看。全军出击！哎，没人，插个眼儿。所谓杰出，不过是努力超过前人。别急啊、哦！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他交惩戒了！哇，这人这么舍得，五滴血敢交惩戒！我给你个 W， 点一下，没关系，往后拉一下，点，点致命点燃，点，点，漂亮，点 ，W， 点，那你可走不了，点，我们这叫双重减速呀，让他跑了。你等我跟兵站一块儿，你跟我抠一下不行吗？打吧溜，点错技能了，应该点个 E 的。打吧溜。点，点走位 ，W， 哎，闪现，这波不应该被勾的啊、哦！这波人勾了，确实是傻逼，我给我自己一个嘴巴子。他其实上一波就应该换他，因为我在扛塔。想回家。想让他们看到寒冰血脉的力量。想回家，那能回得去吗？那不可能让他回啊、哦。他把药吃了，他回家之前把药吃了。要预判目标的位置，这确实是挺奇特的。其实我可讨厌那塞纳 AD 了 ，AD 贼慢。点，我发现我好容易被勾啊！是我的走位有问题，还是他妈这锤石太准了？来个鞋。
这锤石还挺准的。受过千刀万枪的巨兽，请让我的人民听闻你拥有的坚韧与坚韧。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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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，点，嘟嘟嘟，八八六，点，点，点。哎我操兄弟，这塞纳不是塞纳呀，这卡莎早就能杀了，上波那个 W 怎么能空呢，他都没走位呀。这怎么能空掉了呢，开 Q 就杀了，你放屁。我拿什么杀，就在那扯犊子。我决定虚区高一点，出把长剑。我开 Q 就加20%攻速，而且就是我平 A 的伤害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些人跑到这里来了呢？飞个鸟吧，打吧溜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可能让锤石勾着一回。为什么有助攻？啊，有打到他，打吧溜。耗血啊，给你插个眼儿的。耗血我生了，打不溜。再打吧溜。你跑那老远干哈去了，你是怕有人杀你是吧，你有什么好怕的呢，站那么老远。打吧溜，你就补刀吧。你补刀，我好血。嗯，加快脚步。点中，点炎打不溜，连杀一个，杀就杀锤石，省着给灯笼。找人反，打不溜，逼个鸟。打吧妞，打吧妞，点
点闪现，哎呦我！这一个掏啊，掏了我多少血？先来个明朗之靴，让局势明朗一点。看着都不走，我没寻思那螳螂是那是个愣头青啊，硬往底下走。不过寒冰这个英雄生存环境确实是，继续前进。跟谁打？你跟我打呀？有啊，这守护者我真是服了啊！我操了！我 A 了一下，给了个守护者，哎呦，我都吐了。我守护的真兵之功。把这眼儿排了，你搁那勾啥呢？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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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那你就杀他，我先跑了，兄弟。哦，别哦。没完没了了呢，漂亮，再拿我杀锤子！天哪，这都给他跑了！这螳螂好像有点住下路了，看见没？不走了，看见没？不走了，这人就是两分钟来来回回在下路跑了五趟，挺能跑下路的嘛，一直来往下路走。俺们家这大鳄鱼，其实寒冰那个剑呢，完全就是看运气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对面配不配合你，对面要配合你吧。呀，按错了，哎呀，飞这边来了，那这还往下跑了，看到吗？就是不走了，这人就无限往下跑。你就别去别地方啊！你就别去别地方，我看你一直在下路待着啊！我让你待下来。我要待，来，我要待，你他妈待啊！
你就一直搁下路待着啊、哦！你也别走了，别走了，你别走了，来，别走！闪现！操了，勾引我们！兄弟，我打死他了！太好，我们家有大鳄鱼，给我杀鳄鱼，给我杀鳄鱼，鳄鱼给我杀！操了，我也就不是个潘森，我是个潘森，我们戳死他，我让他一直往下跑。这是什么皮肤？好帅哦！灵能特工，嗯，我来了，天使姐姐，我来帮你了。哎。漂亮，往哪走？啊，走！别弄孤立无援啊！哎呦啊！我打死他！今天指定不能让这螳螂跑！我这真是一个助攻也没有啊！我给你个 W 妞。我再给你个 W 妞，行嘞，接 W 妞，点点 W 妞，不能扛了啊！哎，我发现我这扛两下他就没血了，我第三下都扛不住。兄弟们，这塔我不能帮你们进了，你们自己进吧。我只能在外面看着了，没办法，打不溜，我们来玩玩这落手，打不溜，点。哎呦我操！这洛克萨斯之手居然有一件装备叫做“请进破坏者”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我没想到。哎呦天哪，他居然有这装备，没太注意看。玩出事情来了，飞鸟，嗯，在这里。鳄鱼不行，下路收兵吧。嗯，你说你搁中路也没啥用。把这边拦打了，这里插个眼儿。哎呀，有错技能了 ！W 给我中！W 点点 W 点
八八六，闪现八八六，点燃，哎呦，差点给我换了。哎呀哈，哎，这怎么能中的呢？好怪哦。这居然会中，我没想到。我这箭就不射了啊，我射了他们应该也打不过，我就不射了。嗯，这边如果想打大龙啥的，我们可以说是骚扰一波，可以骚扰骚扰。这么的吧，我搁中路骚一波，飞个鸡儿。命运不由天地，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范围呀？这个范围很烦啊。加快脚步，那不能让他回去。中，八八六点点，八八六，你干哈呢？你拉谁呢？啊，你拉谁呢？拉我们？超车了，打吧妞，刷刷伤害吧。零杠八，辅助零杠八就零杠八呗。